后续上色来喽。搬好小板凳了吗？注意上色涂层都要在线稿下方哦。腮红高斯模糊数值30%左右，浅紫色正片叠底，分涂层给各个部位描边填色。安法锁定，给线稿换色。如果你对五官等局部塑造还一头雾水，可以试试右下角的新手小课，学到了劳斯教的新知识，画起画来都顺手了。先加个描边吧，导入铁铁新上架的背景模板，热乎的。完成了，做了2个背景配色。和铁铁一起画画吧。